那今天脆薯不太一样，这是肉吗？吧，肉好像也变了。炸的椒，薯条，还有锅贴吗？不要，太饱。啊，我可以去夹。是在拍哪里？我拿不好啊。所以怎么？你做的想要吃的。黄年糕。哪一个？一般的就好。不要吃别的。它是一个绿，紫色的。小热狗，几个？两个啊。哦，杏鲍菇，杏鲍菇。好像叫出来。姜，微辣是炸酱，宫廷1.5，这个跟这个1.5都是1.5、1.5，那我们就用1.1。一，你的大头，再一我就打了。然后这个，这应该等下就很有味道。我用，先放饭。你不是最会了。开火了吗？开了。来，我们的客家炒饭。哎，你没有介
上要先加什么？加饭。是要教大家炒饭吗？先加饭，你想力都给它下去就对了。600块就两个人吃到很饱，然后女生应该比较喜欢吃这个，带女生来约会不错，她会爱上你。对，这是女朋友教学吗？对，婉婷就是因为我带那次韩国的，讲懂女生哪有啊？是我带你来吃，反正就是很饱，然后还有一个泡面，可是我们已经很饱，炒饭已经吃不完了，今天没有办法示范。阿贤煮泡面太可惜了，下次再煮。啊，先这样了。